你跟爸爸等下要来台语比赛一下无？好啊。就是我，咱整路走过，我会问讲迄个物件台语要怎讲，啊，恁先讲，就赢。好。来，得到糖果。好啦。糖啊，无，搁较好诶，串冰。耶！第一个问题，这是啥物？水杨。水杨。水杨。再来一个。好，第二个问题，这是啥？马啊！哎哎。等等。不是马啊吗？这是啥物？你跳落来看看，看看详细，好不好？我唔知虾米。其实上个是马啊吼。我讲是马啊。用叉做的马啊。对啊，阿玲啊。这用叉做阿玲啊。哎，阿玲啊。所以恁几个人拢结婚？好。好，题目是这代虾米？车啊！车啊！什么什么车？在伊那车。伊那车？对，唔对。什么车？游览车。什么游览车？游览车。林波车。林波车，我没有呢。什么车？林波车。我赢。你赢？无吧，我无讲出来，你嘛无讲出来啊。嗯。你几分？你两分。嗯。我几分？嗯，好，来继续。没有，你两分，我三分。我刚刚出题啊。这是啥？电话条。电话条。一分。咱两分三。三分，我三分，你三分。我三分。哎。搁一个。我刚刚出题啊。这是小米收音机耶。哎，我刚刚出题啊。好，加这一下。对。对。马路。无这个。停车什么？停车场。停车场无，一个尔呢。一个。啊！想袂出来。我帮你按吗？停车我袂哦。停车，等下，你跟我讲一个停车什么？停车给。停车给。停车给。停车场。停车场是较大迄种，所以停车给。社会讲台语。你母车。翠安。电话条，欢迎啊！